中埔鄉在的過去是台灣種檳榔的重要產地，而在社口有一位長輩的檳榔農夫，有一張十檔的檳榔樹是發出三枝的樹頭。附近七八十岁的老农夫，从来拢唔捌看过。你讲伊大学植物专家讲哦，这是相当罕见款的一种状况，有可能是伫咧栽种的时阵受到病虫的侵蚀，和槟榔不得已才发出三枝头。中埔乡是青叶产业的大乡镇，你在社口有一位青叶农，栽种青叶十多年，乡内创到一张青叶相当特别，在树头的所在是生出三茎出来。青叶农翕相，四界问七八十岁的老农，拢讲将来拢毋捌看过这种三头的青叶。一家有两茎的啦，但是三茎的会使讲周龄啦，生长正常啊，三丛拢算讲一枝起来分三丛。拢会脱安尼，三年话是正常啊。嘉义大学松南区助理教授张坤祥表示，青叶和野柿同款，拢是棕榈科的植物，只会生一株的头，会生出三茎，可能是幼苗的时阵有遭受病虫害的侵蚀。你面对这种罕见的青叶，主人表示要好好来照顾，因为外形看起来个参像三丛香，是感觉真吉利。这种无介多丛就发现啊。超十当前就发现了，哎，就算讲我去请教这个老伯，老伯讲较有这种物件啦，啊，我就所以讲真少的物件，我希望讲。哦，大家分享安尼啦。主人栽种到一架外的青叶，同时毛种金蕉、荔枝，算是混合型的果园。平时拢正常来照顾这丛青叶，三株头拢会结果粒，但拢较细粒。青叶外观看起来嘛较细丛，主人决定将肥料来加量，要好好保留这丛特殊的青叶。新闻大概发电波向采访报道。